这儿就是滨海人码头啊，这个滨海码头，然后这边是很多船停着上船，然后呢去这个有几个岛从这儿过去，从这个拉扎罗斯 Island、 St. John's Island 和 Cook Island 从这儿坐摆渡船，然后上面有一个加贺海事博物馆，大概是这样的。很多船员从这儿上一下岸，时间了，啊，这个公司。